I feel so sad. Hong Kong you stop me, watch the Batman. I feel so mad. 香港第五波疫情令沙滩、健身室、戏院关闭，至4月21日先至开翻。呢首歌嘅慨叹系，即使周围睇到蝙蝠侠广告，我哋都系全球最迟睇2022蝙蝠侠嘅人。Consistently, viscerally gripping, darker than Dark Knight. 最后仲要睇到蝙蝠侠优先场，将影像投射到天际。以为有啲希望啦，之后先发现唔系当真啊 ！Happy April Fools， 4月1日愚人节 ，Warner Bros. HKIG， 喂，我系当真噶 ，bro。虽然蝙蝠侠由1966年电视剧讲述两大男人着哈鲁维服饰捉贼，但到80年代 Tim Burton 将 Gotham 市变黑 ，Christopher Nolan 写实到有血有肉，而最新蝙蝠侠变侦探片，明显四部戏越拍越认真。富豪布斯韦恩点解做呢件事嘅动机嚟自细个时候嘅创伤，令佢想改变世界，并相信凡人戴上面具皆可变英雄，为令我产生咗一个为何不嘅冲动。我既然暂时戏院都唔开噶啦，我哋又暂时睇唔到蝙蝠侠，为何不自己拍一部 YouTube 版蝙蝠侠？为何不把湾仔变成 Gotham，YouTuber 变成 Batman？ 为何要等待？为何不行动？但面对四大问题，有服装、人手、场景、演员、钱啊！2022版蝙蝠侠呢一个 budget， 难道你呢一场戏你想咁样 ？Yes， 有冇蝙蝠侠嘅吸引之处，从来都唔系咩动作场面大制作，而系导演嘅 vision。为何不用最低成本拍制四个导演独一自己风格嘅蝙蝠侠？老土、黑暗、写实、悬疑，四场戏啊，四个世界串联同一个故事。This is Batman story， 亦系暗网仔为何？知己錄中環石板街相信是全港最多 Batman 服飾的地方，但走遍三間店鋪服飾限於哈羅威搞笑風。That's crazy. Look at the muscles on. This is tight. It's like no neck. 我成個忍者龜咁啊，大佬，呢個都唔係好多。Mix and match. Yes.曾美芳。神奇我陳大文醫生突然心臟死亡，講係咪小丑咁去案發現場啊？問題要次拍電影 crew 最低限度3人，2個 camman 1個燈光，閒閒地拍1次10,000蚊，拍4至40,000。Yes， 呢位就係我羅賓 ，No charge， 加埋專業攝影師，個個等於3人電影 crew。天台也偷入去嘅，我都是翻蝙蝠洞。製作80年代 Tim Burton 版蝙蝠洞一定要用哥特風格佈置，鏡頭斜斜地，暗燈光介紹主角。死者將自己最憤怒嘅情緒釋放出嚟，發現真相光啲。唔通你真的要我相信呢、這個世界係有鬼殺人事件啊？真兇係小丑，血有本。洛蘭啲燈光簡單，但角色複雜。一係寫對白，演員一係記稿嘅情況下，拍最經典嘅反派。世界上最偉大嘅偵探，不外如是。人生第一次做導演，你做毒藥嘅資金就係嚟自韋恩基金會啊，即係你爸爸創立叫你幫佢守業嘅基金會啊。所有人包括你，高炒，每日都會原地拉遠。係導演 ，close up。Yes， yes。最后布斯韦恩要接受自己父亲一直是磨求黑心的真相，故作冷静到自己公司地底将有毒的大气水生机器熄，虽然内心动荡，但要继续好好扮演他自己。最后还跟朋友打个招呼。拍咗一個我要做香港版蝙蝠俠嘅影片，咁我就喺呢度拍個 end shot， 點樣去揣摩。想睇晒呢条片，同更多绝密 NG 片，请留意下条片，好快噶啦，几日后就会上。时间紧迫，经验有限，当然有好多嘢我可以做得更加好，但至少我达成咗我个为何不，我亦都更加尊重、敬佩承受庞大资金压力拍电影嘅嗰啲人。记住去睇 Batman 帮手嘅人 IG 会喺下边，我哋下次再见。唔好意思。